熬过被你百般侮辱的农村姑娘。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击。你好，我是易涵，朋友介绍我来的。你长得还挺有气质啊。还不见识个农村，从这打扮刚从农村出来的吧，还扎俩马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从农村出来，第一次来城里来，领导看我人不错，所以给我介绍对象。他们都说你人长得挺帅的，而且你人也不错。你月工资多少钱？我有房有车，你有啥？你觉得你配得上我？我现在2500块钱一个月，您的说我干得不错，还要给我涨工资。2500都不够买件衣服的，我可是经理，就你这样的，已经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还是回你的农村，上你的村姑去吧。易涵，真是对不起。你看，事情也过去了，你就别再放在心上了。我们农村姑娘还是很大气的，很高兴你能够来我公司。易涵，那你把这份合同给我签了吧，这个合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想跟我谈合作很简单，我这个人呢很注重合作方的人品，像你这种势利男带过来的合同我压根就不用看，根本谈不上，更别提谈合作了，一股铜臭味，真他妈恶心。秘书送客。彤彤，以后这种人就不要带入咱们公司了，看着心烦。请吧。让我们一起闯荡，不管前